通通随便通通，挂号只是告诉你那是什么做的，盖不出来、啊、你那通通。你前面的最好盖得出来。我觉得我很有诚意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嗯。来吧。接受哦，来吧，我放弃了，就这样了。分开来看还蛮好看的，觉得有 feel 就好了啦。嗯，十分钟啦，几分钟啦，十分钟好快就过啦，就这样了啦。啊、我是觉得歪定了啦，嘿嘿。嗯，这一样说，这就是看后面的人有没有慧根的啦。把过错推给后面就对了。我蛮希望出题者有慧根的。哇塞，这一局直接开枪了！我现在不能这样搞，我就盖得很棒。但是这个位置变长怎么办？啊，变长啊？你可以变长？有没有东西会？我这么厉害，什么东西变长？要刺激他吗？伸缩，他会伸缩，伸缩会变长变短，对。有啦，这样子有啦，可以了啦，管他的。下一个有慧根就可以了。我也觉得加这个好，观众真赞。卢米按下去了，都十分钟了。不，还有一个啊！你要想你下一家是纸片呐、啊。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还有我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哎呀，卢米按下去啊。好啊，哎呦。等一下，我晚一点再按。我把这个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好啦，可以啦，我相信下一家很有慧根的。有啦，我相信下一家有慧根、可以啦。哎呦，我盖的地方好像很怪，算了。秋风就剩你了，好久没有这样啦。真的、哦，秋风怎么盖这么久？不管了，对啊，为了呈现这个旷世巨作要来了吗？那个不好干，这么久如果不是旷世巨作，我们没办法接受啊。好了，算了，不干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人生了。啊？哇，这是个啊？巧克力什么？哦，我好像知道这个哎、欸。怎么还是撸你的东西？我很正常。这是什么小物啊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这也不算小物了吧？这大物了吧？纸片盖的，瞎趴小物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也超想买的。这是什么庞然大物啊？哎、欸，纸片我 get 不到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你 get 不到吗？我也 get 不到题目啊。巧克力，你给点提示、啊。get 得到啦，你。跨博啦，你就把那两个加起来就好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哈，这是小物吗？小物放的会坏掉，你就把小物加起来就好了。这个有很小吗？那个很小，那个很小，真假？搞定！我跟你说，那个一手掌握好不好？他只是哦，我想看出来了，一手掌握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是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吗？我们先好吧，我要说不是，这个不能算是小物吧，对不对？吃的吃的应该不算小物吧？吃的不算吧？吃的是小吃吧？小它是小吃。不过我们刚题目不是炫炮吗？这哪里炫炮了？
这个应该、你要猜的炫炮一点，说不定是你没慧根呢、啊。你决定就这样，对，相信你们。不是，他不是这个哦。这我真的，我真的无法 get 到啊啊！所以啊，如果这是巧克力的题目的话，黑黑的，那个很炫炮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猜这个了。搞不是巧克力，你绝对没办法改我的。我要改一下，我要改一下。我觉得这个不错。我要改答案，我要改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改答案。巧克力思维改这答案。我也要改一下答案。你少在那边把锅弄在我身上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啦，就这个啦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I got it。哎，秋风，等一下，卢明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秒。Okay, okay. 一秒。我都没有，你们好了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应该是这个吧？我没有。好，我要下去喽。好。很瞎拍啊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。来。再来。什么？蛮不错的啦，这个蛮好听的，这个很棒哎，这个很好看哎，团我跟你讲，我看不懂他的题目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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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哪里小了？哎呦喂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蛮好盖的，可以。而且这个很香趴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这个材质我们要用什么才可以补？这个有点难，这一点都不小啊。嗯，哇，用什么材质啊？哦，这样子好了，好难啊，很困难啊。这种巧克力在我后面，我应该要猜的比较鸡巴一点才对。你原来是这样啊！还有两个物件了，哎，两个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很有啊。可以啊，这都很不行啊。这应该，猜不出来。这个要怎么做啊？请问竹子在什么地方才盖得出来？泥土啊，竹子在土，只有泥上，沙子好像也可以吧？沙过泥啊？对啊，感谢啊。嗯，啊，怎么团团没讲话啊？啊，你不是竹子的学位吗？因为我还没玩一点意思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你不是应该是竹子的权威吗？是我还没玩啊，竹界的权威。对啊，你的专利哎、欸。哇、嗯，你被爆雷了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这里，什么？哇，那么麻烦的东西。大家都很认真哦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好盖多了。这个嘻嘻哈哈真的，这个真的好多了。有繁星表示问号，盖的怪怪的。好好，这样不错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。有没有超有 feel？ 对不起，盖歪了。啊，上面一定会这样。哎呦，这样子。啊，这个好哎、欸。好，盖歪就算了。放这个，放这个，放这个。
拜托，这样一个形状有没有这样的东西？一定猜中啊！过了 ，easy。过什么？过什么？真的过什么？不过不得过，给过。跟你讲，一定可以，完美，好不好？你后面是谁？后面卢米。没有这个，他已经懂，我已经把那个都弄出来了。没有压力，毫无压力。卢米没压力，我干得很好。我可以控制我不要吸东西起来吗？不要接近他，就是你控制你自己不要靠过去，你先不要靠近他。OK， 可以控制，你绝对可以控制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是，他是麦块达人呢，真的是。好说好说。你先不要接近他就好了。你好认真。我怕没人理你啊，你难得回来。有啦有啦，他们很理，他们很理啊，很理。想说不理你的话，下次又看不到你，又是几年后了。几年后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太尴尬了。夸张啊、oh, ！I'm okay。对，我加上我这个点缀，有人想到这个点缀品，太好用了。嗯，好像看起来哇，大家很安静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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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悬浮的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可以。这样子啊，应该是可以啦。要多久啊，大家？我觉得我可以了。哦、我在这边坐很久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这么快啊，你们已经好了。对啊，我好了好了。怎么会自己长这个？对啊，啊，对，热腾腾的就不会有这个啦。嗯，啊，你断线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龟龟，龟龟断线了。龟龟断线，可是可以讲话。有啊，可以讲话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有讲话没有讲话？他是讲话，我说对话框、啊哦，没有没有，他是 DC 进不来吧？哦 ，DC DC 进不来，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慢慢盖等他，好不好？应该要这样子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大家很有慧根的，可以。真的是天才、啊、大家是你后面的要有慧根啊真的要给大家压力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的。你后面是谁啊？就后面就是子天啊。子天刚刚也只是说希望那个出题的人有慧根啊。哦对呢，因为我相信他也有慧根。哥哥更惨，哥哥又断，哇整个断掉。还好这个都没有时间压力，有没有？他回得来吧，回得来，回得来。好吧，那我再继续。你不要想要乌鸦嘴。嗯，难看。这个多用一点好了，既然这么多时间。这物件太神秘了。嗯。刚刚比较好。比较不会误会。
你是看成什么样子？我怎么会误会？发栅栏，发栅栏。你这样我觉得很可怕。画龙点睛好不好？老师，我这样觉得很可怕。你又改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 你这个你猜不到，我觉得你就要罚跪了。什么啊？都比没有你这个猜不到，你就去那个声音的来源了。声音去罚跪。哦没听到你的声音吗？你说垃圾车之类的？谁家的垃圾车？这想好久哦。来载露米吗？哎呀！你也太开心了吧！笑成这样，你是不是觉得很中肯？还是你比较想被载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干的也很好，只骗你看不懂。我觉得我也要被载走。